嗨，马文的朋友，大家好。马文今天出海赏金、赏豚，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继续看下去。等一下就要搭这一台出海，那可以看到这底下有两边都有开口，这边就是到了动物很鱼很多的地方，你可以下去那边在海底下看，有点像是潜水艇的那种感觉啊。走吧，我们等一下登船吧。
海豚直接在你旁边游泳哎、欸，它这边这个小小的空间就趴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海豚就直接在你旁边游泳。你看对面的人，就是这样子，对面的人，哇，有没有看到对面的人？哇，这好特别，看还可以看到它的尾巴。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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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ah， 哇，好清楚哦。四只在旁边游泳，好，差不多上去喽，就两个。